我们第一台导播机是什么？我们接到导播案子了，然后接到摄影机，就是没有导播机嘛，就好像借不到，然后只能买了叫 Data Video 导播机嘛。然后我是那一天下午要拍摄，早上到货，我们到拍摄，我就成大那个成功厅，我们在那边纸箱划开，拿起导宝丽龙，拿起那些导播机放在上面，然后开始插上去，然后使用。然后旁边那个客户端还问我们说：“欸，我这个要去备可以处理吗？”然后我记得有这个功能，我只是记得应该有这个功能。我说没有问题，我帮你处理。然后我就花了十分钟在那边找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，真的有，原来是叫什么 Quant Monkey。然后我们就去找这个功能，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去找，欸，真的有。然后就去，然后说怎么去不太干净啊，然后说好，我们处理，然后看怎么调系数，然后调，好了，可以的，就这样子，第一台导播就这样买进来。那是 Data Video S1650，我们第一台导播机第一组 Intercom 是这样进来的，接到这个案子，然后赶快把它买进来使用。